那个的名字。我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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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信”这个字你一直念不对。欢迎乔斯达，欢迎你们爱，我也来了，晚上好啊，小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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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熊小光小朋友，欢迎九九零。叫啥？叫信。刚从防疫回来，累死了，辛苦啦！你是去报名参加志愿者了吗？欢迎摇滚猪肉，谢谢摇滚猪肉的荧光棒。分层，辛苦啦！欢迎胖哥，棒棒棒棒！谢谢胖哥的大气，谢谢。我转个调啊！噔噔噔噔！欢迎我玛丽耶，欢迎我 AV。我普通话贼标准，是有多标准？玛丽耶的88个六六六，谢谢！感谢我玛丽耶。
完整的五个小厨娘。晚上好啊，叫我老婆的十个小厨娘。大鸡，谢谢，感谢老婆的十个小厨娘，谢谢我一个人的办卡。但我头发好像没卷好。欢迎我小土狗啊，我小土狗晚上好啊，谢我 LV 的车队加油卡。噔噔噔，谢我小土狗的星星，欢迎雷奇听。谢我老怀的三个小厨娘，谢我小土狗的小厨娘，谢谢我怀兰城的爱心寿司，谢谢，感谢我怀兰城的爱心寿司。终于出了，太不容易了，谢我小土狗的三个小厨娘。小土狗想那啥来着，是不想截胡来着。欢迎祖迪克，亏五块，那起码砸出来了，砸出来就挺不容易了。最近概率不太好了。谢谢棒棒糖的小礼物。喂，来吧，今天的第一首《绝世无忌》。果儿，怎么了？我哥脸黑，你才脸黑。不是，我脸不黑。
只有我小豆哥，小豆哥大气。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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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欢迎山有扶苏。谢谢我一个人的班卡，谢谢，感谢我一个人的班卡支持。我把调先转回来啊。我老婆的小恶魔，欢迎我阿修贝尔，谢我华莱城的三个小恶魔。哇，谢谢我 LV 的凛冬晚会，谢谢，感谢我 LV 大气，谢谢，感谢我 LV 的凛冬晚会。谢谢，欢迎撒花儿，谢谢我玛丽的大气，谢谢汪川的大气。
爸的玲珑晚会，谢谢我小拜拜，小拜拜大气，谢谢谢谢。谢谢我小白的两个领动晚会，谢谢，感谢我小白的两个晚会，小白大气，谢谢，谢谢我小白白，噔噔噔噔噔，给我小白比个心，谢谢，欢迎恋人的十分，谢谢我小白白呀。手滑了。谢谢我小白白的两个晚会，小白白大气。退，哎呀，退什么退？说退多伤感情。不，我小白白不是手滑，就是今天想给我送两个。欢迎咱俩视频。我今天眼妆画的怎么这么不明显？噔噔噔。不行，谢谢我小白白，欢迎我行军啊，我行军晚上好。谢谢我玛利亚的飞机，谢谢，感谢我玛利亚的飞机支持。我喜你晚上好啊，欢迎飞雪奥美，欢迎天都。谢谢我玛丽亚的飞机，谢谢，感谢我玛丽亚的飞机支持。黑黑的人，有醒着的信不信？谢谢我醒着的卡丁车，谢谢，感谢我醒着的两辆卡丁车，谢谢兄弟们一起帮忙完成了四星的任务，谢谢谢谢，谢谢我醒着的卡丁车。行行大气，是什么？噔噔噔，四星了，嗯，四星了，谢谢兄弟们，谢谢，谢谢谢谢，还谢谢我行进的麻辣烫，感谢我行进的麻辣烫哦，行进牛批、啊，谢谢我行进。噔噔噔噔噔，还是太年轻，太难了。欢迎姑姑，太难了。噔噔噔噔噔，可以下班了？怎么能下班呢？才刚开始直播，不行，不能下班。欢迎勾血永藏。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歌曲用到的小礼物。欢迎袁谦，潇洒依然，潇洒依然，潇洒依然。谢谢我怀兰城的，谢谢我怀兰城的办卡。潇洒依然，
欢迎赵宇，欢迎肖入云。我能不能把我自己调亮一点？这也太暗了。直播间里有雾气，有雾气是因为这些摄像头的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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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啥也亮不起来，你说。噔噔噔噔，谢谢阿里的三段的小礼物，谢谢，谢谢王晨的大气。噔噔噔噔噔，我就检测果哥的黑，果哥不黑，果哥其实不黑。欢迎半径无限。谢谢台湾室友的荧光棒。就很奇怪，他为什么就剪这头就剪不掉呢？欢迎爱你的小壮壮。这个剪子，这剪子有问题。神说夜未央，300万，所以你就去寄宿学校。欢迎不夜，欢迎花间花开好久，谢谢神之叹息的荧光棒。激情薄情少年早，应该黑到看不到五官，你这就过分了啊，怎么可能呢，不至于。今天头发有点燥啊，哦，没卷好，我本来是想给他就是两边给他就是稍微蓬一点，没熨好，有点熨完了之后就有点乱，还不如就刚开始那个样子不动了呢，后悔呀。A050111，噔噔噔 A 是假不呆，谢谢我玛丽的两张办卡，谢谢我玛丽的四张办卡，谢谢我玛丽的五张办卡。
谢谢我天飞的办卡，谢谢，谢谢我玛丽叶的666，欢迎二少。打满，今天下课了。哦，刚才软件不好使，吓我一跳。呀，有一首歌好久没弹了，咱们弹一下呗。送给大家一首 Wings 的《山鬼》。黑暗中是你给。黑暗中是你给了我光明。嗯，谢谢鸡蛋壳的办卡，感谢鸡蛋壳的办卡支持。黑暗中是你给了我光明。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没人去要。哎，他为啥一定要让我登录啊？我等一下，我去拿一下我手机啊。稍等我一下啊，让我登录才能让我播放，这很奇怪。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我们换一首吧，我们弹一首别的。现在这个伴奏经常就有的那个，有的播放器就没有版权了，之后你就播不了，很奇怪。我们换一首啊。风云的班卡。
再来送给大家一首《红尘悠悠》。谢谢汪川的办卡。谢汪川的两张办卡，谢谢。欢迎诺奖主题曲，再来送给大家这首叫做《红尘悠悠》，马上十四了。好的呢，皮条是不是都过五个飞机了呀？给皮条上个房管哈。谢谢风沙场的荧光棒，谢谢摇滚猪肉，谢谢你的荧光棒，谢谢我一个人的办卡，谢谢，感谢我一个人的办卡支持，谢谢果果姐，没有，是我谢谢你才对，谢谢你的支持，谢谢，感谢我皮条。欢迎你需要一个名字，怎么感觉我脸发粉了？
我把灯往过转一点。嗨，欢迎我觉醒，我眼泪晚上好啊。等我一下啊。更暗了呀，行，就错个地方。谢谢我觉醒的荧光棒，再次感谢我皮条的飞机，谢谢，谢谢我皮条的两架飞机，谢谢皮条大气，谢谢谢谢，感谢我皮条的两架飞机支持，这回够格了，谢谢我皮条，谢谢皮条大气，谢谢谢谢。恭喜我皮条粉丝团升到了十一级！噔噔噔，墙都成灰的了，学到了就。自从我那天那个特地软件就不好使了之后，然后重新升级完了之后，再怎么调都不行，就那个曝光那一项它就不好使，就无论怎么拉它都没有用，很奇怪。糊涂啊，不糊涂。不糊涂，欢迎木奇昭昭。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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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世家不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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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咱双倍卡没有几个了，就剩下最后四张了，所以大家要升级的话可以尽快升级哦。欢迎风有酒，噔噔噔噔，谢谢莫尔萨的荧光棒，谢谢，感谢莫尔萨。那皮条有什么想听的歌，你可以跟我说哈。噔噔噔，欢迎开会的鱼。
卡，玛丽也要疯了。欢迎大马猴，谢谢董皇的荧光棒。站在风，一会儿我弹完这首给你弹啊，没有问题。哎，我真的，我感觉我脸发粉。男生汉。出来，玛丽，那你可以问问一个人，他平时用什么看，就是用客户端呢，或者是网页，或者是手机版啊什么的，你可以问问一个人，因为你们俩在一个地方，应该就是应该差不太多。我要吐了，太难了，看个直播太难了，我玛丽爷，谢谢胖老王。你好啊，我只会扫摇那一段，只会扫摇那一段啊，我也有点忘了，看一眼谱子。喂。
下，我芝麻掉了。等一下。我听哈，噔噔噔噔，刚才芝麻掉了，有个音，就有几个音没弹了，凑合听哈。欢迎月总的漂亮。圣母生，欢迎时辰。欢迎走，欢迎改名好无音，谢谢时辰的小礼物。
什么呀？哎，录不乱看。欢迎孤独时代的傀儡。欢迎花冠。
却不可爱。等到哒哒哒哒哒，哈哒哒哒哒，哒哒哒。欢迎八月秋霜，欢迎柳光。谢谢风铃烟花的荧光棒，谢谢，感谢风铃烟花的荧光棒。欢迎幺七，谢谢游客的大气，谢谢你的大气。千军一刀，看尽名誉，人在天。啊瘦，哎，现在有点胖。谢谢跑跑的棒棒哒，当当当当当，谢谢跑跑。
还有我比宝宝，谢谢我比宝宝的荧光棒。万神记能弹不？万神记我那伴奏不好，伴奏太渣了。谢谢摇滚猪肉的小礼物。欢迎不限鸳鸯只羡仙。哎，风中飞沙尘。噔噔，哎，风轻云淡的。嗯谢谢张高兴的六六六。沙质吧，那个弹过了，嗯。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燕京都》。
谢谢。这是世界，牵着小沙锤。
等我一下啊。一条小船在天空，决定再航行两分钟，两个光年再回头，回头看见你在等我。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来我，我们什么说，看见一条小船经过，五月和天空，流星和霓虹，打开窗户看见猎户座，忧郁的灵动，何处能停留？一条小船向靠岸。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来我，如果你真的爱上我，就请你爱真正的我。布谷鸟吗？你想听布谷鸟了吗？胖头鱼，这胖头鱼有点傻呀。欢迎繁华。我找一下谱子啊。恭喜阿梦在飞的粉丝团升到了十八级，欢迎小小。但是我喜欢呢，那好吧，那就来一遍吧。谢谢我小黑熊。噔噔噔噔。来吧。
不能让你们看，我不能让你们看我宅下来那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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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不过节吗？过节就弄了一个，弄了一个这个，嗯。噔噔噔噔。谢谢流云落风。噔噔噔噔。但我跟你说，那个绿头鱼，它那个味儿可大了，真的，你们不要买着那个玩儿。还有个皮卡丘，我之前不还买了一只皮卡丘吗？买了一只皮卡丘，买了一个绿头鱼。那皮卡丘那个炸脸，因为它是毛线织的，然后你戴在头上之后，然后它就脸容易过敏。我戴一会儿，我玩一会儿，我脸整个就开始起各种小红疙瘩。然后那个绿头鱼就是特别刺鼻的那种胶皮的那种味道。欢迎残伤残伤视网。大肉嘎，大肉嘎是谁啊？噔噔噔噔噔噔。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嗯，满风尘简朴，没有谱子呀！哎呦喂，这个，谢谢凯嘉零个棒。汪汪的原唱啊！谢谢我小玄子的荧光棒。这是新出的新歌吗？噔噔，听一下。谢谢韭菜盒的荧光棒。新歌哈，嗯，欢迎量子化的胖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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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玄子的好多小星星。好多年了，不知道为啥就火了。歌好听呗，谢谢我小玄子的116个小星星，谢谢，感谢我小玄子。哎，不对，是一个跟果子差不多可爱的大肉包。你就那意思，我也是肉包，是这意思不？我才反应过来，你说我是肉包是这意思吗？完了，哄不好了，生气。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小星星？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抽奖的时候有的？然后你没注意啊，背包里面。欢迎老婆已找到。我不是，我没有，别解释了，就是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加一点吧，要不然感觉眼妆太淡了。大哥，我要听兰陵王，哪个兰陵王？要听那个你原本那个版的吗？还是听那个兰陵王入阵曲？
带伴奏的那个，扎心了。真的是，谢谢我祝小祝的点赞，谢谢。欢迎天使迷途。谢谢蛋炒蛋的世界的小恶魔，谢谢，谢谢你的小恶魔。原来那个好嘞。天边的小礼物，欢迎优雅。欢迎小飞虫。谢谢天飞的小礼物。
知道。没怎么那么酸呢。谢谢9300的荧光棒。我爸今天回家了，然后因为那个他本来他那个机票啊是从沈阳，从广州到沈阳，然后从沈阳到我家，反正呢沈阳的机票停了，就所有的都没有直达了，就是没有办法从沈阳转机啊怎么样的。然后我爸就没办法，然后从广州到了北京，然后从北京回家，然后到家之后我家门上就被贴着薛同志，请您配合防疫工作在家隔离14天，给隔离了。这个到家就被隔离了，直接到家就给贴条了，估计是我妈上社区给他举报了吧，就很好笑。刚就上午刚到，然后就去贴条去了。王姐大义灭亲，欢迎我小玄子。然后王姐就直接回家了。直接回家了，然后把薛哥一个人丢那个丢山上隔离了，太惨了，我天哪！你说要不然的话咋能那么清楚呢？但是也是好事，就社区就特别了解那个我爸的那个时间，到了之后直接就把那个条给我爸贴上了。我说那你吃饭咋办呢，然后我妈提前都给准备好了，还给包的饺子冻起来，准备了牛肉然后鱼酸菜什么的，反正就准备了很多菜，然后就那意思说反正你就自己搁这儿待着吧，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我妈就回家了。关键黑妞也不能陪吗？黑妞在，黑妞在呢，就很好笑。我今天想起来我就想乐。今天放假几天的荧光棒，直接关房间里，就是那个院子，噔噔噔噔，那小房子，之前带你们看羊驼那个房子，我雪哥搁那儿呢，然后我妈直接回家了，噔噔噔噔。欢迎微笑的铲屎官，这是亲老婆吗？这么秀。之前我爸说要回来，然后我妈妈那意思就说你不要回来了，不要回来了，你就最重要的就是咱一家三口就是不得病，安安全全的就好了，说你就在广州过年吧。然后我爸就不高兴，因为我爸就是放假了之后大家都回家，然后他不回去他就不高兴，就因为这个事儿不高兴挺长时间。然后那王姐就说那你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要不然你劝劝你爸，就不要让你爸回来了，因为不安全呢。你看沈阳，因为前一段时间沈阳不也挺严重的吗，所以你看沈阳也不行，走哈尔滨，然后哈尔滨也不行，哈尔滨也有疫情了。我就说那你说走哪呀，走哪都不方便，然后还容易有问题，说你不要回来了。然后我爸还不高兴，特别特别不高兴，然后就说就觉得说就
就在我老爸的心里，就是觉得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嘛，一定要就是回家过年，一定要回家过年才行。对，不是，确实是不安全的，对不对？你疫情期间的话，就是能不让走的话，尽量不让走。那你说让我爸就在那个他们那宿舍啊，一直待到过年，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确实是。我说那咋办呀？我说那你就别劝了。我说那你就是要不然的话就让他回去吧，回去之后然后直接隔离呗，就赶在过年之前早点，让他早点回来，然后直接捐起来了。然后完事等到过年的时候不就放出来了吗，是吧？然后过年也能一起过。完说行，完说那你还回不回呀？我说我不回来。完说行。完事呢过了几天啊，这个想疫情不是有所好转吗，我就觉得哎真不错，那我是不是也能回家了。然后跟我妈妈打电话说呢，我说好像我可以回家了，挺好的一件事。我妈也说啊行啊，然后等那个过年了之后回来带你去滑雪啊，带你去干嘛的，反正说了一堆啊，给你做好吃的啊，怎么怎么地的，反正说了一堆之后，然后我发现沈阳所有的到我家的机票全部都，就比如说本来正常的话，我从到我家的话可能是需要直达一个半小时我就到家了，但是现在呢我就有几条路可以选，我要不然从沈阳飞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到家，或者说我从沈阳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家，反正就是路途特别特别的，就是直接给你转机转到，就基本上你都需要，正常的话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他那个是需要大概是一天嘛，比如说你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你第二天可能12点，第二天12点中午你才能到，就是来回转机什么的。唉，我就还是回不去了。我要回去的话，估计爷子也是直接被转起来了。对，确实是，回家还是早点回，可不嘛。你回去直接隔离自然去，就是要是回家的话肯定就是会一直被隔离嘛，然后有可能我如果说在我回家的这个期间，如果黑龙江比如说稍微严重一点了，可能我回来之后我还要再被隔离。我昨天我就看了很多的那个机票，我跟我爸爸打完电话，我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订票了，我要一看票我就算了，我不配。然后正常的话是950块的机票，然后他已经突然之间就变到2000多块了，噔噔噔，然后还都是转机的那一种。对于薛哥来说，在那儿隔离还比较好一点吧，因为可以跟他的羊驼在一块儿，有他的羊驼，有他的黑妞，可能还好一点。对于我来说，你要说给我就这么直接给我捐家里面，我肯定挺难受的。14天，我啥也不能干，啥也不能吃，我外卖都点不了。我们家那头本来就我家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外卖比较少。配送的比较少。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堵着。隔了一个月免费送2000块，应该是阿狗3个月的伙食，不够啊，3个月伙食费，我一个月都不够啊，2000块的伙食费，不要能吃。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爱好，但我的生活开销其实最大的开销就是在吃这一块吧，就是开销比较大一点，因为我不喜欢在吃的上面讲究。就比如说明明是两个面包，这个面包可能贵一些，那个可能便宜一些，但它除了便宜之后它一无是处，但这个虽然它贵但它很好吃，我可能就是在吃方面我就不会那个什么，不会太那个什么，所以我伙食开销比较大一点。提
天吞点食物吧，沈阳还行了，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你去哪里基本上买东西的话都能直接买得到，所以说就其实不太囤的话也可以。因为我之前就是那个时候疫情就是有一点严重的时候囤了很多，我牛肉就囤了得有，刚开始去囤了得有300多块的吧，然后后来，然后再加上排骨、猪肉什么的，一共囤了500块的肉，然后后来吃差不多了，然后我又去囤了一些肉。5根，那你五房，你可拉倒吧，你这就纯属夸张。我基本上我不会吃5根的牛五方，怎么能吃那么多呢？我一撑死我也就吃2个，就怕封城啊。封城也没有关系啊，就是自己的食物足够就行了。你像现在我家里的螺蛳粉吃没了，然后我又在网上又买了6袋，然后买了芒果，买了其他的一些吃的，就是。然后平时的话楼下什么东西就是还都挺全的。那你五方又上市了，我已经不爱吃了，我觉得肯德基太过分了。等会儿跟你们说啊，我先把琴收一下，等我一小下啊。又有一点了，所以现在防控就特别严嘛。肯德基现在太讨厌了，你说其实一共就喜欢吃肯德基的东西也没有几样，就是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吃的东西，然后但是呢他就是哪个火他就哪个，他慢慢的他就不弄了。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早餐啊，早餐有一个是什么法式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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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熏什么什么卷儿，那个我老爱吃了，就里面放一些火腿啊，放个鸡蛋啊，然后它是那种饼，上面带着芝麻的那种，那个我超好吃，它那个饼是那种千层的那种，就特别特别好吃那个早餐。哎，他就弄一段时间都没有了，然后弄了个嫩牛五方，我特别喜欢吃嫩牛五方。他弄不弄，哎，他给整没了，他整个限量，神经病啊。他那个汉堡出那些新品真的我一个都不想吃，我就喜欢吃的那牛五方，然后他动不动他就停了，然后动不动再来，动不动再停，动不动再来，放弃了。可能就是那牛五方我拉入黑名单不吃了，那整的没有用的。你做生意赚钱嘛，对吧？那你不得就是迎合那个消费者的喜好嘛，是不是？你经常说整什么，就是整一些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让你整出来的之后，然后又不让吃，然后又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不让吃，太烦了，真的太烦了。我记得第一次就是那年五方重庆回来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直接去肯德基，直接买了3个吧。然后那几天就是我有时间，只要去可以去肯德基的话，我就直接去买。然后后来第二次，
又去一次，到了肯德基，我说哎，我说太开心了，我说这个肯德基又开始有了是吗？那牛五方，然后说对，我说给我拿那个三个那牛五方，他说你是要三个套餐吗？我说我不是要套餐，他说我们这只有套餐，我说啥意思啊？他说不单卖的，我说那我要想吃，我想多吃几个怎么办？他说那你就只能搭配套餐，我说我不想吃套餐里的其他东西，他说对，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那对不起，你只能卖套餐，我说我不想吃套餐，他说是的，但是我们这就是这样规定的，我说那你不能通融一下吗？他说没有通融，没有办法，就现在的话就是比较火嘛，因为我们也是刚出又重新推出了，所以说你要买的话你只能购买套餐去吃。我说但是我吃不了套餐，我说我不可能吃三份套餐，对是这样的，但是没办法。后来我吐了，我说行吧，我就买了份套餐，真的就崩溃了。我说行了，我说那我不跟你说了，我说你就直接给我拿份套餐吧。拿了一份套餐我吃了，但是吃的好难受，就好像那牛五方里面放了苍蝇一样，就很不舒服。我不是不能买这个，不能买这个套餐，而是说我自己可以选择的，或者说你强加给我的，我就不喜欢。我觉得你就是强制我消费啊，这种。就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我没有办法点啦，我没有办法多点啦，别这样，忍不住了，太难受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崩溃了我都。然后后来又一次，然后他大概回来了三次吧，三次，然后我全都去吃了。最后一次就决定不吃了，是因为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契机呢？是那个那牛五方啊。那天就是又说，哎，我又退出了，哎，我很高兴。然后我就又直接上肯德基了，去了之后，然后我说我要三个那牛五方，我要了三个那牛五方，哎，我没吃饱啊。我以前的话真的，我两个那牛五方就是它那个料啊很足，就特别的足，你知道吗？一口咬就全是牛肉，就起码它包的就全是牛肉。那三个你当时你给它打开之后，你就发现它比如说正常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吧，它缩到这么大，就是它整个大小大概缩了两圈左右。我买了三个，完了之后我说，哎，我没吃饱。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这，那三个没吃饱，你不知道它那个现在缩成什么样子了。它以前的时候它很大，你吃两个就肯定是特别特别饱了。但是你像就他后来他缩的那个真的特别特别小，我觉得哎，这个嫩牛五方已经彻底伤了我的心。我是一个嫩牛五方忠实粉丝，真的，我就恨不得我真的上网上回踩他，真的不要了，不吃了，再也不吃了，放弃了。从那以后再看见说什么嫩牛五方回来之后，我再也不会特地就找我附近哪里的肯德基离我近，然后去买了，不会了，再也不了，伤心了。噔噔噔，不是，它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它最开始的时候它很大，但是等它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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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的时候，它到后面它就已经变得很小了，然后但它卖的还是之前的价格。因为我当时怎么想的呢？我买三个。因为我想的时候我吃两个，我在那吃两个，然后我拿回去一个，然后晚上就比如说我要饿了，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吃嘛，对吧？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结果我三个在那都吃完了，我没吃饱。这个真的太难受了。噔噔噔，现在的话我就如果说要吃汉堡啊什么的，我基本上都不会再去肯德基了，就是基本上都是吃麦当劳，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店的那些意面汉堡啊什么的那些店的，就再也不会去那个肯德基吃了，不爱吃。
闹心。应该是长大了吧。欢迎老虎无涯，谢谢到底的荧光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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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把不要吃不要吃的丢掉就是了，那不可能，我不能浪费粮食。我自己花钱买的，我就得给他吃掉，不能说因为他强制我消费了我就不买，或者说就是强制我消费了我就不吃了，我就把那些东西，其实到最后你跟他发脾气也没有用嘛，你而且你就算是你在那赌气你不吃了，其实你在跟你自己赌气，你在跟食物赌气，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而且你也影响不到这个店员，他也不可能说因为你把其他的东西就都没有吃，就没有吃附加的那些东西，然后他就决定啊，这个套餐是不是不太好，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做，他不会的，他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这样的，但是你要是就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强制性消费东西，然后你拿粮食跟他发脾气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还是吃了吧，这就不能浪费粮食，就是我减肥路上的半小时。我也是，我搜索了好多，我最近啊短视频经常给我推什么，经常给我推什么那个啊，如何让你变成天鹅颈，就那种天鹅脖子，那种瘦脖子，然后假胯宽，如何瘦腿瘦肚子啊什么的，就天天给我发那玩意儿，我就是看了几个，然后都天天给我发，最近都没有什么想吃的，愁。哎，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啊，如果说你们在家里做饭做时间长了，吃家里饭吃时间长了，会感觉嘴没有味道，就会觉得说，哎，我就想吃点外面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东西吧，它就是口味比较重一点，所以说你就比较想吃。你自己家的东西就你做的再咸，或者说你放的调料放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外面的吃的那种味道。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出去吃一顿啊，出去找一找，溜达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你爱想吃的东西，你可以进去吃。比如说找了一家菜馆，找了一家川菜馆，或者找了一家湘菜馆，或者找了一家东北菜馆，或者随便什么菜哈，你可以就翻他们菜单的时候，点完你自己的想吃的菜之后呢，你再看看他菜单上有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你翻翻他们这个菜单，你不自觉的你就觉得，哎，有什么东西好像我在家里面我也可以平时的时候也可以做嘛，就不要总是就是自己认知里的那些菜，然后经常做那些菜，做时间长了就都不爱吃。然后正好你现在也很方便，你自己上网就学一下，又会点新的东西，是不是都好。最近家里囤了啥零食？最近囤零食囤的比较少，我囤菜什么的比较多，囤了一些排骨、牛肋条，然后上脑，囤了一些，然后猪肉，然后鸡蛋，皮蛋，青笋，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土豆，就反正都是坐着吃的这些东西，还有螺蛳粉。就是我家即食的，就是直接就是比较快解冻吃的就比较少。饺子，方便面，然后还有啥，还有那个炸的那种热狗，没了，基本上就这些，不太多，做起来一点都不开心。来点外卖吗？我挺饿的，我不吃了。我现在的点外卖的话，得去我小区门口去取，很难受。等他哪天就不用非得去小区门口取的话，我就外卖次数可能就多一点。
你做的好吗？我做的不好，但是就得多尝试嘛，是不是？青酱肉丝，哎呀，我也想吃了。噔噔噔，囤了一冰箱的鱼，可以做点鲫鱼豆腐汤什么的。嗯，哎，我有一天给我难受坏了。我老爸在广州你知道吧，那他在广州工作嘛，然后吧他们那个就是有那个广州他们那块有就是道路旁边会有那个水还有什么就是小水沟，然后小水沟里面就是我爸爸给我讲说里面会有各种鱼，就是特别特别多的鱼。我说是什么鱼，我爸说鲶鱼。我说啊，我说那不挺好的吗？然后我爸说嗯。我说咋的了？哎呀，就反正真的兄弟们尽量少吃鲶鱼，太恶心了，我听完我都，如果不知道的你们可以去百度一下。我爸说那个鱼啊就是一大批一大批的，但是根本就没有人吃，就不会有人吃这个鱼，然后说就会有那种就无良商家就把那些鱼就是捞起来之后，然后就做成鱼丸，然后发到外地。哎呀，我天哪！哎呀，我今天还没吃饭。然后我那天吧，我就去买菜的时候，然后我就顺便就那个市场里面啊，有那个烤鱼，我就闻着哇，好香啊！就是我爸给我讲完了之后，我就知道了嘛。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鲶鱼。我再也没有吃过鲶鱼，然后那个我他烤鱼烤的好香啊，我觉得哇太香了吧，我就说我一定要买一只，然后我就买一只回家了，然后焖了米饭就特别开心，然后就回家了之后就把它打开，然后就开始准备要吃嘛，然后吃没吃几口，然后我看着那个鱼头了，那个鱼头是鲶鱼，哎呦我。唉，到最后我就吃了点自己的那个自己腌的那个小咸菜就过去了，就好难受，白卖了那个鱼。我还问他，我说是什么鱼，他说草鱼，但根本就不是啊。噔噔噔噔，这你都知道啊啊，噔噔噔噔噔，对，就是你兄弟们反正就吃鱼的话尽量不要吃鲶鱼就对了。嗯，给你爸爸微信，我找你爸爸吃顿饭，你跟我爸吃饭我爸就跟你吃饭了。哦，谢谢胖头鱼的荧光棒，我都跟我爸吃不上饭呢现在。你找他吃饭有点难呢，薛哥现在被隔离了，被圈起来了，被圈起来了。欢迎风轻云淡的，嗯，估计他被放出来都得快过年了吧？今天22号，14天之后。不知道薛哥这14天怎么样？能不能行？噔噔噔噔噔噔，欢迎最远的旅行。噔噔噔噔噔，我今年过年，我想，你知道我都好几年了，我就想给。过年的时候买只大螃蟹，买只那种就是超大的那种大螃蟹拿回家，太贵了。然后我寻思吧，今年去年过年不是在家待的时间也短嘛，然后之前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就是疫情好一些了，就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就以为自己肯定能回家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今年我一定要
就是买一只超大的螃蟹，然后买点就其他那些就是我家那都买不到的那些海鲜，然后拿回家去，然后跟我爸妈一起吃。哎，彻底完蛋了，明年再说吧。噔噔噔噔，回不了家死人头秃。打算背琴回家吗？我今年能不能回去都是回事的。嗯，再说。谢谢阿冷，蓝酱永远喜欢阿冷，好久不见呐，阿蓝。检查出阳性了，还吃火腿啊？哎，车厘子也有，你们知道不？车厘子最我今天看新闻说车厘子也有了，车厘子最近也少吃哈。嗯，在进那种环境下的东西呢，也挺多的，嗯，所以尽量少吃。还有说就吃小龙虾的话一定不要吃它那个虾头，你就吃它虾尾就好了，就是吃多了虾头的话就是容易有危险，对身体有损害。对，车厘子是樱桃吗？嗯，他们都说不是，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号樱桃呗，是不？其实我感觉就其实没啥区别，就都一样的。但是车厘子跟樱桃唯一一点区别是车厘子贵。哎呀啊哈哈，就像是凤梨和菠萝，他们两个区别，其实我吃的话我吃不出什么太多的区别。嗯，我吃都一样。对呀，不过最近汪峰要发新歌，然后最近出了好多瓜呀，就感觉最近这几天吃瓜吃不完了。这些只为等红颜，今天又爆出一个瓜，前一阵儿就爆那个瓜，就我就感觉够大的了，连着看了得有两天三天。这事儿好像告一段落了，但是感觉还没结尾，就是你还没有吃到结尾呢，另一个瓜又出来了。现在是那个什么，现在是22号，距离月末这还有将近10天呢。汪峰月末才发歌，就感觉这月末就还得有好多瓜要吃，要出又有很多新闻啊的感觉。欢迎法兰西直至，当当当当当当。今天头发感觉怎么这么飘啊？最近新闻太多了。噔噔噔噔噔噔，谢谢落花有意。啊，欢迎遥遥雨雪。憋大招呢？没有吧，他限高了今天又。欢迎冰冰，好久不见呐，冰冰，晚上好。人多吗？人多吗？螺丝也不干净。嗯，是的，吃螺蛳粉的话就容易坏肚子，但是还是很喜欢吃。今天可以弹琴吗？我琴已经收起来了。嗯，明天吧，好不好？好久不见呐，冰冰，最近怎么样？
你可以明天早一点来，明天早一点来给你弹，好不好？欢迎折旧很傻很天真。你们什么时候放年假啊？说了吗？你们现在有得到通知吗？过年能放几天啊？今年不是邻居都学音乐的吗？我已经搬走了，我都搬走多长时间了？我11月份就搬家了。我那个房子我连那个押金都没要回来。谢谢小秀的荧光棒。因为那个房子我租就是还差一点，就是没有，不是，我不是签了一年的合同嘛，然后没住到一年，所以说就是属于我违约了，所以押金就没有退。太吵了，实在是我就崩溃了，我都要睡不好觉，大半夜的，然后大早上的凌晨4-5点钟就开始搁那练琴，感觉崩溃了。我说不行，太遭罪了，我一定要赶紧的。我的天哪，我们都要写保证书，过年期间不离开本地。对，我看现在各地都是在说，就是尽量说，就是不要回家过年，就是在当地过。对，因为我之前那是公寓，然后它就是隔音差不说吧，然后它就比较闹腾。白天 DJ， 那你后来怎么办了？你有没有去跟大哥协商？广州这边没什么，还鼓励去旅游？还鼓励去旅游的吗？我在大连，估计还要隔离。MK 是在那儿工作吗？那今年的话，就是能不走的话，尽量就不出，就是不回家了，就是比较安全一点，是不是？因为其实，就是一出行的话，尤其是出远门、回老家什么的，他你在火车上待的时间长，或者说你要坐飞机的话，在飞机上待的时间也长。所以说其实还是挺不安全的。我们父母也在啊，那还好，起码就父母在一块儿，大家一起过个年哈。我觉得只要家人在一块儿的话，就不管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过年都是年。没等发飙就被辞退，太惨了。欢迎随风白，还有我小文文，不会开车没办法。那你现在学了吗？你现在有重新考驾照吗？还有我编，你因为啥呀？欢迎天生残疾偏左边，谢
见的荧光棒。回去然后你就被辞退了吗？这经理，这经理有点那个什么呀，过年回家有点意思，可以带一家群小弟小妹玩。对啊，那现在的话过年确实年味儿不浓了，一个是家里人过年没有那么多人了，就是人不多的话就不热闹，另一个就是现在大部分就是生活条件，人们的生活条件只要上来了嘛，所以说也不像以前了。以前的时候可能买一件新衣服，过年前买件新衣服，然后你就在那，哎呀就好开心呐、啊，是吧，然后等着过年的时候，然后过年一到当天一醒，醒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出新衣服然后把它穿上，就很开心呐、啊。然后还有压岁钱什么的，长大了之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谢谢表妹多多更新的粉丝牌升到了16级。我错过精彩了吗？没有，来的刚刚好。谢谢累了不想说话的荧光棒，顶了几句嘴，然后他就把你辞退了。因为说明咱跟这个工作没有缘分，这个工作不适合咱们。换一份工作我跟你说也是好事。谢谢累了我不想说话。我问问驾照拿到手多久了，我驾照拿到手也得有2年了吧，得2年了差不多。你看我是19年吧，19年的5月份拿到驾照的，好像是19年的6月份还是20年，我是19年还是20年来着，20年吗？好像是20年，20年5月份，那是去年吧，去年5月份。到现在这不也一年了吗？哎不对，我是19年，2年了。现在还会开了吗？我怎么说，我上路还是会有点害怕吧。2年也没上路，哎也不能说没上路，有的时候吧，就是比如说我朋友他们开车啥的，然后没事可能这么说，哎你开会儿吧，我可能就开一小会儿。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一上道吧我就害怕，我特别害怕，就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不经常开吧，就是然后路也不熟，然后你就开哪儿的话我就不敢开。欢迎荒芜。我回家也是，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那时候驾照下来了，然后我爸说，哎女儿你要不要就你自己开一会儿啊，我说行，然后我就拿着我就开了一会儿，开了大概有20分钟，就那一条路上都没有什么人，然后我爸我妈就陪着我在那开了20多分钟，然后就等到就是快
就是快到就是车比较多一点的地方了，然后我就停下了，然后挖开，我自己就开一会儿玩一会儿过过瘾什么的。谢谢蓉儿的星球。老板怕我们跑路，但 MK 还好哈，起码能跟家里人一起过个年就挺好的了。欢迎生而为人，没事儿，等热闹的话等明年再热闹来得及。噔噔噔噔，欢迎小不点什么的最可爱了，欢迎听暖，谢谢听暖的荧光棒。有点饿了。噔噔噔噔，有大哥办过公爵吗？有，但是也时隔挺长时间了。音乐区回来了，阿果终于找到了，太不容易了哈！我回音乐区之后，发现很多以前就是见面的室友，就很多以前的室友都回来了，都会来直播间打个招呼，聊几句。因为其实分散，就是音乐区没有了之后，分散到各个地方了，然后可能大家就也都很少就能见到了。我也想要，你也想要办公爵吗？谢谢不吃糖。爸爸这个名字果然不是白叫的。要给我开公爵吗？欢迎小心呐、啊，欢迎鱼丸冲锋号。欢迎孤狼，我本来想给我大哥办个国王，被封了。那就来我这儿吧，我这国王不用国王，公爵就行，可以，我觉得真的可以。欢迎洗衣小子，欢迎奔向时间的尽头。欢迎小军。哎呀，我听错了吧？房管会打我的。不会啊，房管为什么会打你呢？你开公爵房管欢迎你还来不及了，怎么还能打你呢？谢谢大菜鸟的荧光棒。这段头发是真的没卷好，太丑了。欢迎梦回兰若。
欢迎零度可乐来一罐。你说的是古琴和古筝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古筝呢，他们和古琴呢，它演奏技法不一样，在外形也不一样，一个七弦，一个二十一弦，一个有筝码，一个没筝码。就最简单的分辨方法就是看他们两个的大小，大的就是古筝，小的就是古琴。谢谢 Best Blood， 是这么念吧？应该是。唱首歌。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暂时不打算回去了，回去过点呛了。直到追过的牛皮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还有我眼泪。闪光少女，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我眼泪，晚上好。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高了唱不上去。晚上好啊。噔噔噔噔，这个我能唱了吗？中风的小地区啊，不是没有直达的飞机了，现在已经，然后火车呢又全部都取消了，就是没有了，所以就没办法了。
忽然之间天会谢谢心里面的点赞噔噔，好听，谢谢你捧场。固执的气势一样，围上了夏天。太亮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沙子太争吵，落叶是树的风险。谢谢微凉的吻。用偏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的吗有何新发现？为什么不播了呀？我刚才跟你讲了，我说退鱼了，但是你去别的地方你也能搜到他，但是他现在就是不做直播了，就是平时拍一些作品啊，然后发到网上这样子。如果就是还是想听他那个拉琴的话，想听他有什么新作品的话，你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各个网名啊什么的都叫柔柔酱，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结婚了吗？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们这样太过分了。我之前看到那个鱼蛙下面还有说，你是不是生孩子去了？你是不是结婚了？是不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就是我就是决定说选择这份工作，或者说我不继续这份工作，他跟结不结婚，那跟生不生孩子他没有关系。就再说了，就是就为什么呢？就是你说当时也是自己挺喜欢的女主播，为什么非得就是用那种就那种就那样讲呢？那样讲真的我觉得挺过分的。他结婚了吗？他是不是去生孩子去了？他是不是去结婚了？他是不是去干什么了？就是单纯的不想做这份工作了，换了一份工作又有什么问题呢？那为什么要对一个女孩子就一直在那里说她是不是结婚了，是不是怀孕了，是不是生孩子了，这种话我觉得真的挺烦人的。那每个人都有人生自己的选择嘛，那也不可能说直播一辈子，如果说不直播了，说想做点别的东西，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说直播的人这么多，主播这么多，那每年每一天就在每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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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都是吗？每一天不都有退役的人吗？每一天不都有新加入的主播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结婚不正常吗？就是为什么你们非得要带节奏呢？他说他有说他要结婚了吗？他跟你们说他有孩子了吗？他跟你们说他谈恋爱了吗？都没有啊。那你们为什么要对退役的人，或者说就你们自己喜欢的主播，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谢谢我眼泪的飞机，谢谢，感谢我眼泪的雪儿飞机。谢谢我眼泪，感谢我眼泪的飞机支持。不生气，我没有生气，我就是说这个现象，就很多就是，你说为什么女主播有很多就是，慢慢的就是，就退娱了，离开，突然之间就离开直播间了，为啥呀？受不了了，崩溃了。其实做那个直播的话，他肯定就是这个工作，他就是压力很大，时间久了有一些就受不了了，就不喜欢干了，自然就退出去了。其实你要说真有什么原因，没什么原因，就很正常。我想换一份工作，就像是你做一份工作，你做完了之后，你觉得啊，我可能不想做这个工作，我想换一份工作，就是这样的，就直接换了一份工作，没有什么问题。你说都已经走了，还有编排的，你是不是结婚了？是不是生孩子了？她是不是怀孕了？哎，我看了那些，我真的觉得是，那嘴怎么能那么缺德呢？你就成天这么在网上编排别人，你不怕自己到时候媳妇生孩子有问题啊？谢谢216，喜欢单身的他，不单身还喜欢干嘛？主播嫁给你了，主播该你的啊！直播就直播，不直播就不直播，愿意单身单身，愿意结婚结婚，跟你有毛关系啊？谢谢216，我最烦那种，就是说啊，你这不真的，就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咋就那么欠儿呢？对呀，真的，挣点钱真的都挺不容易的，别那么肆无忌惮的编排别人，挺烦人的。噔噔噔噔。太忙而没法结婚了，不会有这种地方。
欢迎圣哥我来了。噔噔噔。不是，本来就是，其实做直播吧，赚钱其实真挺累的，不好挣这个钱。反正你说好不容易吧，就可能觉得说啊，我真的太累了。那些退役的主播就真的觉得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休息，或者说我想换份工作，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工作是我更喜欢的，可能我往别的方向走一走。那么可能刚走，咋一顿扁呗？她怀孕了，她肯定是怀孕了。他肯定是有孩子了，他肯定是怎么样的，反正就说很多。我觉得真他妈惨，真惨。你说挣点钱，你说一个小女孩挣点钱都不容易啊。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那为什么不嘴下留点情呢？嘴下留点德，是不是？你是不是基本不在群里说话，说的比较少？嗯，欢迎悠爷，用斗鱼赚钱不太好，等你能赚着再说吧。就给你斗鱼，你能赚着钱吗？就别总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衡量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好了，兄弟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吧。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晚上8点，我们明天再见啊！大家辛苦啦，感谢大家今天一天的陪伴。大家晚安，明天见。